如今，邓超活跃在综艺节目当中，玩得特别尽兴，人气高涨啊，玩嗨了，不少人都盼着孙俪娘娘你也过来一块掺和一下吧，那就更带劲儿了。不过，娘娘最近发话了，说我可不愿意，本宫可不愿意遭那份罪，本宫需要的是私人空间。我很怕住在外面，然后就是跟不是很熟的人住在一起，然后睡觉24小时都会有探头，这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障碍。听了半天才知道，原来娘娘属于恋家型，离开自己的宝贝儿子、女儿以及帅气的老公，真是10000个舍不得啊！他就是 king 啊，对，他在哪儿都是 king。娘娘既貌美如花，又能赚钱养家，还对超哥死心塌地，找到这么好的老婆，按理说邓超一定得欢呼雀跃一下，可是人家却是10000个嫌弃。小编我也真是很难理解他的思维，说我和他有夫妻相，真的对我是一种侮辱。昨天，邓超发微博晒出自己和妻子的照片，明明娘娘要比他美10000倍，自信的超哥还是觉得自己比较帅气。小编我也不说公道话了，还是让娘娘来回应吧。我才是他的鼻祖。如今邓超走上谐星道路，孙俪说是自己影响超哥，那下回您也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搞笑功力呗。娱乐新天地香港采访报道。